咱六家的陆武晴慢慢啊在翻红了。六家区公所提前来发表着陆武晴的月历甲倒历，到时阵会来义卖，义卖钱总捐予社会福利团体。这几年六甲陆武晴是有名的观光景点，即卖天气慢慢变冷，陆武晴嘛渐渐变色。为了迎接明年的水景，六甲区公所推出陆武晴的倒历和月历。顶面的相片就是今年连名比赛作品，后面就能看到一年四季无同款的风景。一到十二月份总共有十二张哦，这个美照，然后我再把它写一首诗啦吼！即摆除了真水相片和诗句，公司嘛特别加安全的宣导，全部经费嘛拢会捐予社会团体，替社会尽一份心力。我打算吼，我们年底再办肉与松的一个活动，吼会当来结合公益团体，吼让他们来义卖啦。今年会有三届花海，景致真水，请民众会当好好期待明年陆武松季，邀请大家来到六甲佚佗。